本也不行。最近便利商店的话可以，我觉得，因为不难看了，一个人也有。こんにちは。じさん、好久不见的，久しぶり。台湾はいつ着きましたか？台湾に。2日前、2点以前。来的1年。1年。1年吗？前。に台湾に来た。啊，台湾から韓国へ帰った。回国。所以现在回来旅行，好玩吗？不好玩，为什么？我的朋友都离开了，还有台湾朋友都在上班，上班。所以一直在台湾吗？喝珍珠奶茶，吃小笼包。自己一个人的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无聊。好可怜。一起的时候很好玩，最好玩。拜拜。这个是什么？